ここに入れていきます。我们这边来下刀。はい。这样才不会把表面的头发剪断。で縦に引き出して。你要直的把面拿出来。グラデーションでふんわり。低层次，对吧？的发剪的下刀方式，让它更加头更蓬，所以老把它调亮。当你习惯的时候，就可以像老师一样这么快。ペールはしっかりと縦に入れて、縦パネルに入れているので、短い髪の毛出てきてないですよね。因为我们是直的把贝来下刀，所以你看表面短头发没有被剪出来嘛，对不对？直头发是一根一根很漂亮的。你只要把辫拉对，拉对了，正确了。でつむじ上も空間を入れる。在最顶层旋的地方也给它一点空间。耳後ろは在耳朵後面看有沒有問題耳朵看有說客人是掛耳朵嘛想要掛起來也會看起來比較大嘛所以耳朵後面一定要把空間剪出來他掛耳朵才不會看起來很大ここはレイヤーのバランスで然後這邊我們就用在耳朵後面用高層次的方法來剪出它的空間來這樣臉就會看起來小臉不會臉看起來很大在耳朵後面把空間剪出來ボリュームダウン。刚有同学问嘛，说挂耳朵要怎么剪，就是这样子，它是服贴进去的，对吧？然后挂耳朵的客人的话，这样脸就不会看起来很大。ボリュームダウン。有没有发量变服贴了，对吧？こちらも耳にかけるとよりボリューム出やすい。因为你往往挂耳朵很容易蓬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在耳后一定要剪出空间的。これ邪魔なわけ。でこうアウトラインの毛先をちょっと細くなじませたいので。轮廓线的地方，想要让它发尾看起来更细一点，更轻柔一点。毛先にだけ入れていきます。送你看完你。在脸的周围，过来那里，感觉どうですか？同学被剪的感觉如何？快睡着。没见你睡着？你睡着？睡着了吗，同学？舒服吗？嗯。什么感觉？头发一直掉下来。髪の毛いっぱい出たか。で、彼女の場合は、もう前こう来てますね。後ろに流すっていうよりかは。ここにこう降りてくる。他都是直直的往下嘛，对不对？但是ここは別に流れじゃなくて、縦に取って。所以我们这时候不一定要直横的发辫，直的抓发辫。ここにグラデーションのバランスで。用低层次的方向性来下刀。こうです。
因为这个同学的头发他没有发流，他是直直往下的，我们就让他头顶那边看起来更蓬一点，用低层次方向的下搭，因为他就蓬起来了嘛，头顶那个位置。前髪要不紧。他前面刘海是由左到右，由。他们在那边干嘛？就是这个方向。我们今天都有练习过。那发辫是跟着走，有没有？他的发流就会过来。有没有？这发这剪出来的发数，来捧着，来看看它的发量多跟寡，来决定下刀的位置。另外一边也是。皆さんも体験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か。如果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把剪刀剪下去的感觉，去体验一下会比较好。自分がやられてないのにお客さんにやると、因为你们自己没有体验过，然后去帮客人剪，客人没办法知道那感觉是怎样。何が良くて何がダメなのかが分かりづらいですね。比较不好跟客人解释，所以如果你同事有买，大家互相剪看看，去感受一下被这个剪刀剪下去的感觉，是很舒服的。あ、これやったら痛いんだ。哦，原来是这样剪会扯到头发，这样剪会这样，互相剪看看。こうやられると気持ちいいな。自己剪。嗯？但是我想要自己剪。不要，你可以这边的同学那么多，叫他加个 line 就可以那个了。我再上一点造型品，見えます？看得出来吗？ちょっと皆さん触ってみてください。大家可以去摸看看，剪出来那个空间，束感，那个发束跟线条，大家去摸看看里面的空间。大家去摸看看那个头发剪出来的空间感。去摸看看没关系。到了，我先拿发证书嘛，然后都要。我要第一个发证书，我当初所以我都是寄来了。为什么你来？没啊，要不我不想过来付。哎，问件为什么这么大？哎，不过我是要去材料，我无负责等你。